衬托这个舞台。那这些道具呢，都是我们的家长们呢自己制作，然后呢自己来把它搬运的。所以我们其实个人舞呢是需要很多的人力。那我们也希望小朋友等一下，佳姐加油，好不好？我们呢把这个气势跳出来 ，OK。好的，我们欢迎他带来的《侠客寻宝觅龙珠》，谢谢。Thank you.
们谢谢佳姐非常辛苦带来的表演。好，佳姐很勇敢的把它跳完喽。那我们要准备来看我们最后一个压轴的表演喽。